你说咱要是炒黄瓜香，你愿意吃高点的稍微细点的呢，还是愿意粗根粗的那个呢？愿意吃粗的，还得快要放风了的啊，那样细的，细的不好吃，细的就等于味儿，细的就等于是在山上有点靠老了，你知道吧，就是要粗一点的，还得要是快放风了，还没放风那样的，一烫出来都伸盆直的了，哎，那样炒的绝对入味儿。中粗菜也行，别太细了就行。对，但你要是贼粗的那菜，自己家吃，啥事儿都行，只要是它不老就行。啊、太粗的菜不好吃，太粗菜不好吃。二哥去饭袋子了。哎，这老头哪儿去了？这是干将。哎，在那儿呢。赤老牙的小分队，看看吧。又上山了，我们天天上山。嗯呐，天天上山。啊，为了生活嘛。真屁呀！海洋当口罩，花儿对我笑。香鸟说：“小大嫂，你为什么来呀？咱来大洋。”多谢歌唱家，你看看吧。那明天你不来了？啊？明天下雨，来个屁呀！你预报的呀？啊，嗯啊，我是就是你预报的。昨晚做梦做的呗。刘姐只要累了，她就天老天就下雨，是吧？杨凤下刀都上山。对，下刀子我都去，就是下雨才没人跟我抢呢。对。是吧？哎，这瓶子还背回家吗？怪累。杯子。杯子我们家吃饭垃圾一律不往山上放。不让啊，任何垃圾不让往山上扔，全都背回去。背回来，一会儿在你山那饿了呢，有个厂也能解决点问题。还给我带个橘子，他们怎么不带呢？他没有特殊待遇，就给你特殊待遇，带个橘子。你看这个太细，狗狗，就是狗狗。嗯，行。哎呀妈，那挺好。要不还是多采一个，我不要。你扔山上的，人给人扔山，不给你扔山也不错。你们等到家，人也先到家了，你扔山。人还能给人家扔？哎，你扔谁也扔不着他呀，啊，扔谁能扔了山他？跑了半辈子山了，就给人扔山。嗯呢，扔山上，你能把他扔山上，见了门了，见了邪门了。看我刚才碰老虎蹄子，我都不怕，我都往前继续往前前进。老虎叫唤你看。嗯呢，我跟老虎准备握手去，结果他没理我，走了。咱那年在七子县采菜牛了，那个河边咱早上去走的那个大新汤的那个老虎脚印的哈，把那个水给汤的却浑的。哎，我看着老虎脚印的，你说我都没想起来拿手机给它拍下来呀。我一看老虎脚印的，我就嗷嗷喊你们。你不是和老虎就亲嘴了吗？你不是和去看那和老虎亲嘴去了吗？人家握手，我还跟老虎亲嘴，绷着底气。哎，你捧个蹄子，你不得亲呢？握手，握完手你不得亲呢？哎呀，那胳膊，没等他亲呢，就抬回来给老虎一抬回那块了，给老虎就吓跑了。没等他亲，那脑袋都进老虎嘴里了。老虎一看他，老虎先跑了。给你张个大嘴，来个大大大拥抱，得大大的亲嘴。嗯。一张嘴我脑瓜就进去了哈，进去啥呀，老虎一看到你，老虎就先跑了。嗯，对，又来个吹牛的。反正吹牛不犯死罪，你们吹吧，反正吹牛不犯死罪。对，一个个都吹。咱们别吹了，吹他的那个菜也不进袋子里。歇够了吗？歇够了干活，歇饱了快点。吃饱喝足干活，还得挣钱呢。两大兜的呢。嗯，这小老太太也挺厉害哈。还得挣钱，哎呀妈，起不来了。小碗那碗碗那碗。是江水的，还上山的。哎，你说挺有个毅力的呢，还。起不来我先走吧。我先来头一趟，第二趟就完蛋了。干啥呀？背着袋子走啊？嗯。不采了。绕过这山子，过上那边。行，上那边采去哈。上那边是溜着采采，咱就回家了。行。我看行。今天不贪财了。嗯。杨凤今天不贪财了，先得问问他，贪财他问没有啊？贪财呀，先得问问他二哥。二哥，走吗？你叫菜给缠住了，你走不动啊？套脚丫上了。
咋今天偷懒没上店来呢？上什么店儿？我们都不干了，上什么店儿？今天下午去。今天下午准备收拾收拾，人家要的东西就让人拉走，就完事儿了。给你娘！那我们要再干还得续一年。哦。但我又得还干不到一年呢，再续一年，我不给你看孩子啊？收拾。是不是？嗯。我寻你们今天能有任务干嘛啊？我寻你们今天下午今天去店里。哎呀，今天都后十回了，您这多好的天！偷懒了吗？你要是来了，你二舅都来了。一看这个天，我说哥能行吗？这天那么阴。完了，你二舅讲的，哎呀，那不就今天就休息一天吗？那我今天我都起来了，我都穿衣服起来了，我都准备走了，你又给我打电话不让我来了。那你告诉我，哎，我躺被窝里一会儿看天里，妈放晴了，哎呀，我就后悔了。真服了。往车上倒腾吧，这成这个先的往车上倒腾啊，把这个先搁整好的倒腾。那个先别管它，你先把这个那个纸壳子都倒腾了、那个。我都穿衣服起来，今天又给我打电话。少拿，别绷太多了，别把衣服都弄脏了。本来是脏的，不知道你撩的。那也别把我一大堆衣服我还没洗呢，扔洗衣机里多放点洗衣粉搅去呗。呀，你这一车装不下呀？能装下吗？你看看我能不能装下。哎，大鲁蛋，卖了我请你下饭店啊。你是想我这纸壳子不够还是啥意思？不够。请我吃啥？请我吃麻辣烫了。那我还想请你吃啥？吃麻辣烫都不够。那个是啥？别拿那个先，那个我还没剪完。矿泉水瓶子。我还没剪完呢。矿泉水瓶子。哦，知道，没剪完呢。爸呢？啊？我爸呢？我嫌你爸在这害事，我叫你爸做饭去了。上哪儿做饭呢？搁哪儿做饭呢？没看着呢。家做饭，你也没进屋，看咱家这些瓶子，你看，酒瓶子、油瓶子一堆的，我十来块钱都卖不上。这些瓶子卖多少钱？十来块钱都卖不上。十来块钱，他给你个三块两块不错了。我说这些全加起来。全加起来啊？啊、哦。叫你说了，我还有铁呢。之前的铁都是奶奶烧火烧出来的。看没看到原先咱家柴火上的那些门鼻子呀啥玩意儿，你看全是。你看这个应该有用哈。哎，撇了吧，卖了得。装完了，你帮我把这两个拿了吧，我没法装了。拿哪儿？拿那边去啊。那你那个什么，你得高绳给它绑上了。哎，走吧，那个我给你拿。你把这个给我拿了，我给你开车送。开什么车呀？这么近你开车啊？那我给你拿回去，走到时候给你拿去啊。两步就到了。啊，行啊。你就说夹子过去了，咋地方卖两毛啊？你上超市买东西，人两毛钱也不给你。哎，走吧，别放点放。别嫌我快。好、啊，眼瞅着掉地下了，还在那开，还掉的时候你开，十七斤啊，十七块钱，你杂七杂八一大堆呀，这是那个不是。还行，够不够吃麻辣烫呢？嗯，还行，这次不少。今天没上山，还得也得有点收获呀。走吧，回去吧。现在你看满树的小花骨朵，哎妈，我一碰就掉了，还、啊、太老漂亮了。我干了活，这家饭做好了吗？哪儿呢？饭做好了吗，老唐？你还能答应啊？你闹腾！
吃啊。哎，你猜猜我卖多少钱？你猜。二十给你啊。再猜。还不细猜了。我给你请一下饭店。快拉。卖你140。放屁呢。哎，我卖了49块钱羊排。可以吧？49。哎，杨大伟是不是那天请你吃麻辣烫？撑的你肚本圆倍圆的。你不用了，你掏20块钱请我吃冷面得了。讨厌，要吃麻辣烫，非得吃冷面。麻什么辣，什么烫啊？哎你。